天地没花开，看赤子光仰望而却步，伤透的心中还有爱。等天地没花开，只感叹想找一棵树，狭路重逢再斩将途，转前哥哥，你又在喝酒啊？又在想事情？爹，我想去洗个澡。好啊，爹帮你打水。啊，不用了，我自己能行。你先睡吧。哎，小心点啊！嘿嘿嘿嘿。没事吧？爹，你就不要大惊小怪了，我都习惯了。啥？你啥习惯了？从小到大，我也经常给人欺负的。那你娘呢？你娘不管你吗？娘没人养，要干活的。那我呢，就没人理呗，自己顾自己。小的时候被大个子打，等长高了就给更大的个子欺负。我会保护自己，会反抗的。你娘怎么能这么不负责任呢？因为娘没丈夫，我没爹。我没有再怪爹你，我知道你和娘之间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的。爹，好了，我走了。哎，女儿，不行。为什么？哎，爹，你眼圈为什么红啦？没事。哦，那我走了。哎，又怎么了？
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想说现在太晚了，所以你担心我，明天一早送我回去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你看天那么晚了，明天早上我送你回去还不行吗？嗯，好吧。对了，爹，哎，刚才的事儿吧，可能只是个误会，黎大叔喝多了，你就不要生他的气了。女儿，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查清楚的。啊，我钱包怎么在你这里啊？肯定是那丫头干的，我早就觉得她有问题。好漂亮的钱袋啊！啊，贺小梅，小心你的嘴巴，大叔！大叔，砍了你手脚！大叔，上上家！闭嘴！今天本姑娘心情好，给你面子。钱全没了，活该！谁让你不信我的？哎，哥哥，你刚才是不是喝多了？看来这个小燕啊，把我这个大叔当成眼中钉了。他一直在利用一些小诡计，制造我跟老胡之间的矛盾。不管他是不是老胡的女儿，他的出现肯定有目的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胡哥眼里只有他女儿，一点理性都没有，怎么说他都不会听啊。他什么时候有过理性啊？你见过牛有理性啊？哥哥，那刚才你又为什么？没错，我就是故意让他诡计得逞，让他那个小狐狸尾巴给露出来。哎呦，哎呦。臭丫头，我去找老茶说清楚。慢着，我问你，你何时见到老胡这么开心？嗯，我也觉得哥哥这样做是对的。柴英是不是坏女孩，是不是胡哥的女儿，只有她自己心里最清楚。你这样在她背后说她女儿的坏话，她心里肯定不会好过的。真不知道你们男人怎么想的，早晚被她害死了你们才甘心。唉，没办法了，谁叫她是我们好兄弟的女儿呢？胡哥，其实有话就说，有屁外面放。胡哥，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，你不会不清楚大家的为人吧？那是清醒的时候，喝醉了不好说。可能是你女儿有问题呢。我女儿一进门你们就处处刁难她，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好了，我不说了。我这个当爹的什么也没留给她，现在我就磨一把刀给他，谁要是敢欺负他，就用这把刀砍他。你被亲情这两个字弄瞎了。燕姑娘，你不要再挑衅胡哥了。胡哥，没事了，肯定是误会，我们先走了。可以进来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。对不起黎大哥，刚才的事儿让你受误会了，我已经跟爹解释了。不用担心，我跟你爹是生死之交，最好的朋友。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哎，我给你倒茶吧。不用了。小燕，有什么困难可以跟我这个大叔还有另外两个哥哥姐姐说，我们可以帮你。爹有你们陪着真是太好了。因为你爹呢是个相当了不起的人。记住啊，小燕，有什么困难记得跟大叔说，知道吗？谢谢你。小燕，我刚看到哥先生从你房里出去。没有啊。没有。三娘姐姐，你可以当没看见吗？这些银子我不能要的。你说清楚。黎大哥
可能是想息事宁人吧。他跟你说了什么？他叫我跟爹说，刚才的事儿是我自己不小心。他真的跟你这样说？嗯。他又在我面前撒谎了，我看你还有什么法子？事情总会有结果的，小鬼头能玩什么把戏啊？哎呀，胡哥，你冷静一点，我一定要老林跟我说清楚。哎呀，一定是误会。让开，胡哥。老林，说清楚。胡哥，事情还没搞清楚，你不能赖哥哥。哎呀，让开！他竟然用钱强迫我女儿说谎话。他们已经起内讧了，看来我还是早点下手。嗯，就这样。老胡，你别那么冲动，你这么冲动解决不了问题的。你还解决啥问题啊？你今天必须跟我说清楚，要不然大家别做兄弟了。咋了？咋不说话？你心虚吗？老胡，我原本想你作为一个父亲好好享受天伦之乐，可是到现在我必须要对你坦白了。你坦白啥呀？坦白你女儿一直在骗你。你看你看你看，现在还说小妍的坏话。不信你问她。问什么问啊？我现在就叫小妍出来跟你当面说清楚。哎，你别走啊。女儿，女儿。我想她女儿应该离开了。小妍，你们俩去看看吧。小妍，小妍，小妍，哎呀，小妍。房间也弄得乱七八糟。你早就知道他会走，为什么不早说？我都说了，老胡他多了一个女儿，他兴奋过头了，我说什么他根本听不进去。再说了，事情都发展到这个地步，总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吗？去找他。找什么找啊？有老胡在，跑不掉的。我没你那么有耐心。我们走。嗯。什么态度啊！我是你爹啊！你这个臭男人才不是我爹呢，我只有娘。哼，我是偷钱，我是骗人，我是坏女孩，怎么着吧？我就这样，因为我还没出生，你就抛弃了我们，再没出现过。我不要你当我爹，小姨你。我不要你当我爹。哎呀。出现，我怎么知道？你问他。哎，
你打归打，但也不至于那么拼命啊。这点小伤不算什么。不算什么？再深一点，你的手就废了。哼，多管闲事。小燕，你快说，你到底有啥瞒着大家？你没资格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。你，哎，小燕，是时候把真相说出来了，否则没人帮得了你。我靠自己，不需要你们。你，好啊，你不说，就让我来猜吧。你得罪了达旦人，事情很严重，他们要杀了你才能解决问题。于是你走投无路，才找上你爹，打算偷了他的钱来解决问题，是吧？不是我的错，是那些达旦人，他们都是疯子。你冒着重重的危险，找上你素未谋面的爹，是不是跟你娘亲有关？哼！你说，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你娘真的有危险吗？哎呦，你快说呀！他们都不是人，娘给抓走一个月了。啊？什么？那天有一个叫哈拉的将军来到了我跟娘唱戏的酒家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干一个干一个，干！喝了啊！来点儿。哎呦，好酒呀！好酒娘。你过来陪我。我跟你说话，你没听见吗？把他给我带回去。是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欠他的十辈子也还不了。他还跟我说，只要我带着耳环来找你，你要还是人的话，就会帮助我的。你咋早不把事情告诉我呢？你没听你娘说吗？我就是赴汤蹈火，我也会帮你的。因为娘说再也不想见到你，我也不想让娘见到你。哎呀，他一定会骂我的。那你说你到底想我咋样嘛？那如果只见到我们几个可以吗？忘了告诉你，在一枝梅里最没本事的就是你爹，我们可厉害多了。哎呦，三娘，我求你了，这个时候别开玩笑了，行吗？胡哥，你这个当爹的，给他认个错不就完了吗？哎呦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偷钱骗人的是他，偷坏男人的钱不算错。哎呦，女儿别闹了，好不好？乖啊！哼，好了，别多说了，我们救人吧。三娘，你别把女儿弄摔了啊！你给我少担心。十多年不见，你希望人家一见面就喜欢你吗？胡哥，小燕早晚有一天会接受你的。嗯，别说那么多了，赶路吧。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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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客官，您请。哎，好，请啊，走。我们这样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别那么着急，先看看。妈了个巴子，他们叫啥名字？哼，你倒是我问你可以吧？可以，我记得那个达旦人叫哈拉，是个将军。哎，你确定他们在这儿吗？哼，坏男人的问题我是不回答的。女儿，现在是说你娘的事儿。哼，哎，你爹的意思是说，这里是中土人的地方，不可能有达旦人出现，所以他才会问你这个问题。切。还说自己厉害，难道你们就看不出他们都不穿自己衣服的吗？来来，皇上，你是说旁边那桌的人吗？嗯，马上马上。嗯，好。在。他们混进来干啥？他们来做什么？抢我娘。哎，你，哎呀，你，那你知道你娘被关在哪儿吗？知道。跟我来。哎，就是这里，我亲眼看见我娘被抓进去的。他们全都以盐帮商人做掩饰，混进来就为了买盐，太奇怪了。哎呀，你管他呢，杀进去救人，你们等着。哎，别急，俺女人在里头呢，让小妹先看看。冲动的坏男人，哼。
我开始有点欣赏你了。啥？换做别人，你早打过去了。我不知道，我只觉得对他不能生气。这就对了，做爹的永远不会生女儿的气，你是个好榜样。好像胡歌才做了三天的爹。让开让开，来，赶紧让开，都让开，让开。将军风范。哎哎哎！别急，你干什么呀？俺得救俺的女人呐！小梅，能不能找到老胡的女人，就看你的了。胡哥，你放心。当心。加把劲儿！哎，好好好，来来来，小心！将军，将军，有消息没有？还没有找到。废物！我们大军已经在边关驻扎很久了，大汉能否统一天下，就看我们了。你们就是挖地三尺，也要把他给我找出来。是是，将军。厕在哪里？我肚子疼。那边，哎呦，快走！再进了我砍了你！我在打探卢庄的时候，听到那个将军正在讨论什么军事，好像还在找什么人。院子里有很多粮食。我在厢房看见的那个女人，应该就是小燕的娘。哎，那不可以动手了吗？动什么手啊？还不是时候。坐下吧。女儿，俺担心你娘啊。反正15年都没担心过，也不着急一时。我怕你坏事，把娘也害惨了。这，哎呀，哎呀，你干嘛？你又干嘛？这又不行，那又不行。哎呀，老李，这交给你了。哎呀，喂，三娘，跟着他。都是你呀、啊。小燕。大人做事情有他们自己的苦衷，你应该分清背后的事情，分清对错，才能够恨你爹。反正他不是我爹。不是你爹？那么臭的男人，我娘不认他，我也不认他。走开呀，走开呀。哎呦，上等的貂皮。老鸨，把老鸨给我交出来，别走，大块头，别管我。你干嘛？我女儿说我没用，我还有什么脸面啊？那也不能乱来呀。老鸨，哎呦，吵什么吵啊？我们还没……还认得我吗？你，哼！哎呦，这么久没来了，想我了吧？就你这样，只知道用蛮力，不知道天高地厚的穷光蛋！我的双双跟着你呀、啊，那还不得饿死啊？走
老鲍，你要记住了，迟早有一天我会回来为双双赎身的。啊，原来是你这个穷光蛋呐。喂，你们认识的？哼，你来干嘛？好来来第一次，还会来第二次，我需要你帮个忙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李克孝就知道里面有危险，所以才让小梅去打他。可是双双在里面那么久，我怎么还忍得下去呢？你想等哈拉来了俘虏他？现在只有这个办法了。虽然张扬了点儿，但也算个办法。老王，哈拉什么时候再来？你好像被蒙了。原来你跟达达勾结在一起。这不关我的事，我也是被逼的呀。他在哪里？我还要问你呢。大块头，别把事情弄得更糟。别管我，说在哪里。走开呀，你干嘛要拦着我？你是不是疯了？你好烦呐，我要去救我的。口口声声说要救爱人，现在所有人为你做事，你不冷静不合作，却在这里乱打人。不是女儿说你，你就是一个不能让人依靠的男人。你走吧，你走吧，你是我见过的最自私、最无情、最不像男人的男人。我的事情你别管了，哥先生会有办法的。哎呀，俺啥都不懂啊，总之俺要去救他。你别拦着我，否则我连你也不放过了。哎呀，我不管了，你去。哼，走开，走开，站住。双双在哪儿？说，双双到底在哪里？说。老胡呢？他冲到达达那儿，说要救双双。你怎么不阻止他呢？你也知道，他冲动起来像头牛一样，谁拦得住他？我不管了。哎呀，这个老胡啊，就这个样子，老死心不改。胡哥为什么总是那么冲动？他要是不打乱我们的计划，他就不安吗？他要是不破坏我们的计划，就不叫柴胡了。走吧。还说那么多，走。
幸亏你皮厚，未伤筋动骨，如果再深一点的话，神仙都难救得了你。胡哥，如果脾气太大的话，不但伤脾肾，还容易伤肝肺呢。李大哥，感谢各位出手相救，我们母女俩真不知该如何相报。哎呦，报报报什么报啊，你是怎么当娘了你知道吗？我以为银亮就可以把娘给救出来，才跑到他们那儿偷钱的。是你说的他欠咱们。小姨，真是抱歉了，是双双教不好女儿，小燕年纪太小还不懂事，冒犯了各位，双双替她向你们道歉。啊，别这么说，小燕只是救母心切，可以理解的。哎呀，你赔罪有啥用啊，你咋能把小燕放在春花院呢，让她在那乌烟瘴气中长大，你还让她为了你被那什么哈拉大人追杀，你是咋当娘的？哎，胡哥，难得重逢，你就不能说句好听的？哎呀，家事家事，你知道小燕为你受了多少苦吗？你知不知道啊？是我不对，我没资格。姓柴的，你又有什么资格管我家事，管我女儿？没资格？我怎么没资格了？我怎么没资格了？俺的女儿俺能不管吗？别碰她，小燕是我女儿，她变成什么样跟你柴胡无关。你现在跑回来怪我教不好女儿，你要管早该十几年前就来管。俺不是跟你说了吗，你有啥事找俺，你又不来找俺，俺咋知道呢？你要是真关心我们，这十几年你早该回来，我每天都在等你，你有出现过吗？你知道俺在外头咋过的吗？那你又知道这十几年来我们母女俩是怎么过来的吗？你以为我愿意带她到春花院来吗？谁照顾她？我们母女俩每天都在等着盼着，等你早点回来好带我们离开，可是你在哪儿？你有回来过吗？你有出现过吗？哎呀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那边怎么样？一点动静也没有，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酒伤肝，还不及感情让人肝肠寸断。让他喝吧，这个时候他需要发泄一下。人家发泄喝酒，你喝什么样？我也需要发泄一下。要不是你把我派出去，就用不着每每复述，我就可以亲眼看到大块头这场家庭纠纷了。还是算了吧，就以你那脾气，如果在场的话，随时演变成家庭悲剧。我怎么了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我最错的就是看中你，林双双。林双双，男子汉大丈夫，这算什么？
把错都推到女人身上，就解决问题了。那你说，以你通晓女人的眼光来看，这个事情该怎么解决呢？我只是觉得，双双不过想找一个对自己专一又可以依靠的男人。可你看，大块头又火爆又冲动，又死捏着无谓的男性尊严，在双双眼中，怎么可能依靠这样的男人？我认识他那么久了，据我所知，他身边没有出现过别的女人。他这个样子，谁爱啊？你懂什么？也许是他不愿意再去爱别人了。如果他真的爱双双，早就应该回去了。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他，他就跟头牛一样。牛怎么了？爱就要去争取啊。牛生下来只会笨笨地低着头，为他爱的人付出一切。但是他哪里又知道，爱情不是吃得饱穿得暖那么简单。我看这只是勇气的问题。对他来说，也许爱一个人比杀一个人还要难吧。杀一个人只是一眨眼的事情，可是爱一个人却是一生一世的。他要为双双做打算，也许需要比15年更长的时间吧。你们好烦呐，是不是兄弟？是兄弟，过来喝酒。好兄弟，我离歌笑一杯酒，一个朋友。奉陪。我再去多拿几瓶酒。老林，俺有错吗？没错，谁都没错。给。你怎么会找上他，还变成了人家的女儿？我记得娘亲你跟我说过呀，那个坏男人是旧情人，我真的没办法了，就拿着你给我的那对耳环找他帮忙去了。我的女儿，你怎么那么傻呀，以为银两可以解决问题。不过还好我聪明，他呀才会叫那帮朋友来救你。事情会怎么下去现在还不知道呢。不过那个柴胡好像跟娘亲所形容的有点不一样。是吗？他怎样对你？他对我真的很不错呀，无论我怎么捣蛋怎样破坏，想为娘亲出一口气，他都一直包容我，为我扛了不少苦头。他好像没有娘亲你说的那么坏吧。这是他良心发现，想弥补他对我的亏欠吧。可能是吧。不过呀，他这人特粗鲁，还很鲁莽，有时候吧还有点笨，又脏又臭的。不过呀，我能感觉得到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。看来你还蛮喜欢他的。只是小燕不明白，为什么当娘亲说他抛下咱们母女俩的时候说得那么激动，好像我真跟他有什么关系似的。傻女儿，别乱说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小燕，你要记住娘亲的话，千万不要把事情告诉任何人，知道吗？我们有了柴胡的帮助，才有可能得到安宁。那个胡歌醉起来比鱼头牛还重。他睡了吗？他还没回到他自己的房间，就已经呼噜呼噜大睡了，吵得万马奔腾。看来大块头这次伤得很深啊。像我这种医术高超的人，对他这种伤心不治之症也是束手无策。我觉得我们终于完成了任务，但是又好像才刚刚开始，郁闷呢。哎，哥哥，你是在想东西呢还是在郁闷啊？边郁闷边想东西。哦，你也有想事情不喝酒的时候啊。当然有了，我是在认真的想这阵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那有什么可疑的吗？双双啊，
你怎么样了？我没事。没事就好。我是来看一看你。我今天情绪有点激动，对不起。你没有对不起俺，是俺对不起你，你不欠俺的。你救了我和小爷，可是我还压制不住这么多年来对你的怨恨。才刚见了面，一句道谢都没来得及说，就跟你大吵一架。俺柴胡就这样，吵过就忘了，别放在心上。你还跟以前一样，不顾自己，只顾我。你的伤好些了吗？俺柴胡啊，死不了。没事就好。你知道吗？在小燕的眼里，你可是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呢。小燕，她真这么说？嗯。小燕和我一样，嘴上倔强，其实她很喜欢跟你在一起。嘿嘿嘿。哎，那你们俩怎么不来找我呢？我初入烟花之地，带着小燕，没把她叫好，哪有脸面来见你啊？没事，以后你跟小燕就跟着我，我给你们好日子过。没有了，那样的日子再也不会有了。咋了？你不相信俺会给你过上好日子？不，不是的，是我不配接受你的好意。咋了嘛？你快说。我配不上你。到底咋了？你快说，事情可以解决啊！你别问了，别问了。到底咋了嘛？我。你还记得小燕跟我们说达坦将军为什么要抓双双吗？娘，作为一个被抓的女子，双双得到的可算是特别的对待。只不过，倘若那将军钟情于双双，得到特别的对待，也不足为奇啊。我今天看到双双，还有小燕的反应，我觉得特别奇怪。你要管，早该十几年前就来管。反正他不是我爹。哥哥，你是在怀疑小燕到底是不是胡歌的女儿？还说不准。双双为什么被抓？这个背后藏着什么秘密？我们必须要查个清楚。那简单，我们已经把他救回来了，直接问他就行了。还不行，如果我们直接把事实揭开的话，痛苦的只有老胡一个。我们能做的就是帮他把不必要的伤害给减轻。收藏，不会遗忘。